欸，你不讲，我真的忘记我做蟹肉羹的那个实作课，那才一两堂课而已吧？那才一两堂而已啊。对。那但这个我从十一周开始要做到十八周。对，今天来不及，不然我会让祖母布用那个含氯漂白水。而且那一次还有原本是买没有蟹壳的。啊、哦，然后有个有残余蟹壳，对，我完全忘记了，我怎么会那么认真带食作呢？好了，又在捧自己了，对。哎，我看一下，喂，好，谢谢。我一定发现都没事。